从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走红后，又接了大 IP 流星花园，但是自身硬件条件又不过关，因此被人吐槽的体无完肤。而他自己又是招黑体质，对于网友吐槽说他动态照片没有静态照片好看时，还说静态照片好看也很了不起了。日记写真里的沈月确实很有小清新范儿，但在七月与安生的翻拍路透图里都说沈月又矮又土。之前的时候因为五月天为沈月庆生，沈月发了条微博，结果被键盘侠骂了一顿。这事儿之后沈月就删了很多大学同学，有一位爆料人说自己是沈月的大学同学，再加上沈月朋友圈的内容让他非常气愤，说沈月其实没有1米6，甚至还爆料沈月是 less。然而这次网友都纷纷表示支持沈月，因为爆料人的语气真的狠，而且沈月是 less 也是造谣，这种同学要是我也删了，背后说坏话确实很可怕，你们觉得呢？免责声明，文中图片引用自网络，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